你好，这是于小磊家吧？老公，谁呀？磊哥，陆骁，我这边不太好找吧？有点无聊，忙。我去健身了。哎，你怎么突然间就来这边找我了？这段时间正好过来学习交流，然后之前不是让你帮忙吗？过来看看你。跟我客气什么的，能给你们帮到忙啊，我觉得挺有意义的。磊哥，我就跟你直说了，这次一来是看看你，二来呢，我是想问问你，有没有加入我们消防队伍的意愿？怎么突然间想起来问我这个问题啊？当初地震的时候，你第一时间出来救人，我知道你就是那种碰到危险会挺身而出的人，对吧？你喜欢这感觉，这种感觉是藏不住的。以你的专业知识，到了消防，肯定会发挥到极致的。我希望你能成为我的战友，你考虑一下。你说你挺大个人了啊，怎么就这么不让人省心呢？我都不知道该说点你什么好。上面一直在强调啊，创文明窗口，树消防形象，我们要亮身份、亮形象、亮承诺，一举一动代表着全体消防员。你倒好啊，你是什么都不在乎，你救个人还给我整这么多花样出来，哎，就踏踏实实的评个优秀站长，他不香吗？优不优秀也不是他说的算，李陆骁。这话是应该从你嘴里说出来的吗？啊，你以为这事儿就能这么糊弄过去啊？个人荣誉那也是集体荣誉，对不对？你这么做对得起占领，对得起这个集体吗？你是不着急啊，那我们着急啊，是不是？报告，大哥，你教育教育他。是，创文明窗口，树消防形象。林战，我觉着吧，为了荣誉嘛，是吧？万一还有奖金和补贴呢？谁跟你说有奖金的？万一呢？这个机会咱可不能错过呀！万一，哎，大刘，能有奖金吗？他这不是奖金，不是那事儿。石大斌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事儿真不怪林战，那就是那个龙明爷想要在我们面前装一把。你都没看见他那个样子，我想想，我真的是啊，搞我心态我。我去打扫卫生，你看看啊，你看看。大家伙的觉悟都比你高，是吧？而且你还知道今天楼明他要来，你就不能克制克制？这个楼明也是出了名的难搞啊，站里边谁不知道？你就非得跟他较这个劲吗？单丝不成线，独木难成林，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吧？啊，回过头来讲，今天这个事情就是你做的不对啊。再回过头来讲，做错了不可怕，要认识，要改正。那还是个好同志嘛，对不对？再回过头来讲，你快回过头回去吧啊！我回哪去？你给我站住！
来，回过头来讲啊，你看看，你好好看看这个视频。你们前几天出完任务啊，在马路边上吃外卖，全让人拍下来传网上去了。这个事儿现在闹得沸沸扬扬的，孟志找我谈话，说咱们现在思想上出了问题，让我写报告回他。你说我怎么回吧？大家出了一天任务了，回来没吃饭，吃个外卖我回他。回舞台来讲，指导员，你发现了我们站里工作上的严重失常、失职，必须严肃对待。通知所有没出勤的人，三分钟之后胡总室开会。啊？开会？这两天有一段关于我们站的视频在网络上广为流传，引发了不小的争议，也让群众对我们消防队伍留下了负面的印象。这件事儿，我希望每个人都进行深刻的反思，以后绝对不可以再出现。所以，我提议，在我们站内建立一个补给站。大伙儿出任务回来的时候，如果肚子饿了，可以去吃吃东西。当然，吃的东西呢，我也不限制，你吃些什么面包、饼干呀、薯片、香肠呀，也可以煮点方便面。有条件的。你也可以搞搞烧鸡啊，牛排，我给你们准备一个冰箱。当然这件事情也是我们指导员的意思，指导员非常关心大家的身体健康，让我们谢谢指导员。谢谢杨志。大家自由讨论一下，谁有什么意见？刘如意，到，你先说说你的看法。报告。站长的提议一针见血，指导员的想法直击问题本质核心。感谢站长，感谢指导员，欣欣的站立，每位队员鼓掌。站长说对，指导员想的就对，让我们再次感谢指导员。不对吧？啊，不对吧？我怎么觉得就你们三个人最馋呢？啊，就你们仨最想吃吧？什么叫我们三个？谁不想吃谁站起来。你看看，大伙儿都想吃，是吧？指导员，你看啊，这是大伙的心声嘛。大家每次出任务回来，晚上就来不及吃了，这久而久之身体都搞坏了。我奶奶总说呀，人是铁，饭是钢。指导员，你自己也说过呀，要救人，先要保护好自己。所以我认为，吃饱了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己。吃饱了是为了更好的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，对不对？不不不，哥，你不吃啊？不得不说是个好提议。就是嘛。那个，杨指、林战，我问一下啊，我替兄弟们问一下，咱们这个补给站需要我们自己花钱吗？你问啥呢？你问啥？老能抓到重点。那这件事儿我也跟大伙说清楚，我们这个补给站不需要任何队员掏一分钱，也不占用站里的经费啊，我们每个人纯靠自觉，谁吃谁买，自己补货。别让我抓到有些人啊光吃不补的，以后不让你进去。各位在场，你们打边炉吗？能吃螺蛳粉吗？大伙抓紧了，您一天净整这些啊！哎，行了，都别说了啊！我也看出来了，既然你们大伙都同意啊，那我也同意啊，我也不当这个坏人。可是有一点我得说好啊，那既然要吃，咱们就好好吃，吃好的，有必要的话，咱们可以自己在这做，对吧？不要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。特别是某些同志啊，说谁谁心里有点数，是吧？啊，以后这个零食啊、甜品啊，啊得控制。好呀，是吧？那个最后啊，我再补充一点啊，少说两句吧。那个，啊，那咱们补给站的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另外，这件事啊，我们需要给孟芝写个报告，解释一下。老刘，你来写报告。
啊？啊什么啊？你天天在任副站长那儿不是老更新遗书吗？文笔不错，你写。买的，哎，大哥，什么玩意儿啊？榨菜嘛，下饭。你是真抠啊？那为什么是儿童榨菜丝呢？我给我儿子买的，我媳妇说小孩不能吃太咸的，我就拿过来。哎呦，儿童榨菜好，里面防腐剂少，吃了健康。就两毛是不是？哪能啊？老板送我根混去。天亮，你是真抠。这跟你一样抠啊！正好我买东西，老板送我一箱，给你了。你早说，我这根我就不拿着。哎，看看看看，这牌子怎么样？男朋友补给站。行啊，好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那咱们挂牌仪式就正式开始了。好，补给站正式成立了啊！喂，南初啊，我沈光宗啊，你真的不考虑一下我们北瑶了吗？你看啊，影视综艺这个代言资源都是现成的，咱都可以聊的。新晋小花、流量密码、舞蹈人设，这些都给你。不好意思啊，沈总，我暂时没有当艺人的想法，麻烦你转告韩老板。不是，南初啊，咱聊天不能往死里聊啊，是吧？我得先去排练了，先不说了，挂了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哎哎哎，你这手怎么回事？啊，伤一块。杨志，杨志。喵。嚯！啊！第几回了？你自己说第几回了？你看着我，别跟我嬉皮笑脸的。你这就你这还动物救援小能手啊？啊，你小烂手吧你？你是站长，你得给大家起到模范带头作用。你天天动不动给自己搞一身伤，你这让我怎么弄？行了行了，别叨叨了。一天天净絮叨了，过来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啊，确实有个好事。什么好事？哎，站里啊来新人，而且一下来了俩。来俩新人又那么高兴吗？这俩人不是一般人。林站长，您还记得我们吗？一九，十全，对吧？对，我向您记性真好。偶像。哎呀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我们特勤站不是搞个人崇拜的地方，更不是什么追星的现场。别觉得你们俩挺特殊的啊，每年像你们这样来的人那多了去了，全是之前被消防员救过，然后呢就开始做什么超级英雄大梦的人。结果来了之后才发现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，所以我奉劝二位想清楚了
啊，这份工作对于你们来说意义是什么？为什么要来这儿？为什么要当消防员？好吧，行了，那么严肃吗？报告，指导员，我想清楚了，我要成为像林战一样优秀的消防员。那次地震，我们成了孤儿，吃着百家饭长大。我们能有今天，除了能靠村里爷爷奶奶、叔叔阿姨救助以外，更重要的是，像您一样的消防员把我们从地震中救了出来。报告，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和邵一九就决定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消防员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要像林战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站长，这样才可以救更多的人。行啊，你们两个斗志满满吧，但话可别说的这么满啊，省得到时候打脸，一切看表现吧。哎呀，好容易来两个新人，我打击人家干嘛呀？你们两个既然选择这条路，那就给我好好干。是啊，那什么，我再补充两句，那个等什么呢，消防员们走。火灾火灾，发射五一七号东方文化创意园发生火灾，出动一二四号车。火灾火灾，发射五一七号东方文化创意园发生火灾，出动一二四号车。协助，一切向他听指挥。是是。收拾好了吗？收拾好了再来一遍，快。谁是负责人？我们是和平路特勤站消防员，你们这是谁报的火警？啊？着火了吗？没人报警吗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同志你好，怎么了？是你报的警吗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，同志？安排民兵去检查一下。是。不是什么情况？联络指挥中心。是。指挥中心。哎呦，这怎么了？消防员怎么来了？阿姨。肯定是你们这帮家伙，看看把我这房子搞成什么样了。我说路过进来看一眼，这倒好啊，当初就不该把房子租给你们。这一定是有什么误会，我们这里一直都好得很。好得很，好得很，消防员怎么来了？房租都欠我半年了，我限你们今天之内给我搬出去。别呀，房东阿姨，我们五社最近经营有些困难，但我们租您这房子租了好几年了，您再宽限一个月就一个月。现在不是房租的问题了，是我不想再租给你们了。合同上白纸黑字的写着，谁要对房屋造成了损坏立刻解约。我们真没有。什么没有啊？不管，搬家。林战，没有发现火情。再夸一下林战，我上来看了，没发现火情。到底谁报的警啊？林战，肯定是林战。他们把我房子给点着了。你看一下这个，邻居看见冒烟都报的警。还在门口等着我们呢。哎呀，消防员同志，您确定不是你报的警？我现在可以怀疑你报假警，浪费社会公共资源。对这种情况，我们一定会追责到底。就是你报的警，目的就是为了赶我们出去。我刚才在外边真看见冒烟了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一定是邻居，肯定是邻居做饭冒的烟。行，你也不用解释了。有什么具体情况，一会儿你去派出所说清楚，好吧？啊？报警。好。你这也太过分了，你这。我没有报假警啊，真的看见冒烟了。走走走，你先上车，有什么话回所里说。林站长，我们先回去了。好，辛苦啊。好。你们这儿今天虽然没有发生火情，但是我看了一下，那门口堆了很多易燃物，清理一下，保证安全。过两天我们还来检查。好，好，辛苦了，麻烦你们。收队吧。咱走吧。进去吧。你好。怎么了？好，谢谢啊。谢什么？谢谢帮了我们一个大忙。正常工作流程，没事。
林战，林战，你们结束了吗？刚收队，刚收队，什么情况？我们这边刚接到一个紧急任务，在新民路恒通药厂旁一处楼盘地下一层有人员受困，目前手机无法联络。收到，收到，马上过去。往新民路开。好。看你最近都没休息好，注意身体啊。谢谢啊。还差多少？其实我也可以帮忙的。我都没什么路子了，你能有什么办法？这办法总比困难多，总会想到的。算了，散了吧，不做了。这木武社这么多年了，怎么能说散就散？再坚持一下。坚持到头了，这两年武社一点收入都没有，这几个月人都快走没了。这不还有人没走吗？那我总不能一直用爱发电呢，是吧？这样吧，钱的事情我来想办法。等想到再说吧。好，检查好装备啊！都弄好了啊，来仔细看着。你们这边怎么样？检查清楚了啊？哎，这个现在有电吗？哎呀，哎，什么情况？哎呀，有个收废品的报案。说在这儿想捡点建材，结果不小心掉下去了，然后打电话报警，说到一半的时候电话就断了，我们再打回去没人接了，估计电话没电了。来吧，拿好救援装备，带着手电，加救援了。救我们那个人，咱们分开找的。老林，这俩先来的，路上捡的。你们两个工作时候别聊天。好，是。把装备带走，检查一下啊。好，看仔细了啊。有人骂人，有人骂人。哎，有声音！我在这儿，救救我！我在这儿啊，能听见吗？我在这儿，快救救我！在这儿，在这儿。老杨，老杨，我这边有声音，应该地下一层，地下一层。是。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先生，我知道，先生，这儿，在下面呢。老林，什么情况？能听见吗？救救我！听见了吧？在下边。对，准备上锁。老杨，我先下去探探路，你行吗？可以。长一点。来，上锁。这下药这多高啊，这得。嗯。哎，你直接下去。抓稳了。好，放绳，慢放，慢放，慢点啊，慢点啊，慢点啊，慢点，慢点。好，慢点，慢点，放绳，放绳，好，放绳，放绳。没事，没事啊，没事。别我冷啊。慢点啊。找到了吗？没事吧？有人说了点什么？我要紧绷起绳了。你别解绳子，我再给你松骨绳下来。没事，现在绳不够，我可以了。来，你注意点啊。可以吗？拉，好，来，收绳，收绳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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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好，慢拉啊！你别走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！有什么？拉，拉绳，别别动，拉绳，来了吗？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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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！大梁，大梁，赶紧拉我这拉绳！大梁，大梁，往下弄大梁。开枪，开枪！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
哎，谢谢了，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哎，没事没事，赶紧送鱼送鱼去，快快快快快！谢谢啊，简单跟你报一下啊，回去上医务室处理吧。哎，今天这事别跟他们说，太丢人了。让你别把绳子解开，非不听，怎么样？掉下去了吧？但我不是担心人家受伤吗？而且再说了，谁能想到还有一层啊？老李，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。 今天锯了几条腿？哎，哎，哎，六条，六条！哎呀妈，累死我了！行了，大刚，你甭吓着孩子们了，是六个小孩的腿卡在玩具车里边了。我们这锯了六条玩具车的腿。老于啊，你说现在小孩这玩具真的是？ 我儿子好像也有一个一样的玩具车呀，我得给我媳妇打个电话，让她收起来，太危险了。哎，领导，吃饭了吗？啊，那啥，咱小小雷是不是有一个玩具车呀？哎，老于，这回过头来讲啊，今天我们这边也差点出问题。啥事儿啊？啥事儿？你问大刘。大刘。 白云，一说谎，干嘛呀？又改啊？哥们，今天差点凉了，怎么了都？不说了，丢人。我去补给站补充点能量。于叔在你抽屉里吧？在。我自己去拿。邵一景，秦时泉，到。 长大了，那个，您不会就是当时在地震的时候救我们的？于其磊，以后啊，咱们就一个宿舍的。于副站长呢，是我们这儿的技术骨干，当年地震之后啊，我们也是费了好大劲儿才给老于挖过来的。你们俩以后没事儿多跟于副站长好好学学啊。于副站长好，行了，甭客气了，先忙吧。 你们两个今天第一次出任务，感觉怎么样？没关系，不适应也很正常。干活儿。是。来，你们俩进来。这屋呢，以后就是你们俩的宿舍了啊。按理说。 你们应该是跟战斗班住在一起，但是今年战力老带新，你们就跟于副站长还有刘助理住在一屋，刘助理也是战斗一班的班长，你们啊有机会好好多跟他们学学。是是，我走了，你们好好休息。慢走，指导员。慢走，指导员。我是这样。 真不错哎！想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就感觉脑子空空的。第一天就遇到这么个事儿，真是刺激。是啊。
第一天出宫就遇到这么多事，信息量太大了。是啊。起来起来，才几点啊？叫我床上躺？那股权力不知道啊？不是，宫助理。对不起，刘助理，我们第一天来。我叫秦石泉，他叫邵一九。我知道，敬德中学的嘛，我还报过你呢。啊？刘助理，您在写什么呀？遗书啊。写写写。哎呀，你们俩也要写的，迟早都要写。刘助理，今天这么危险。我觉得你们怎么都不太当回事啊？常态。怎么，这就怂了？没有。刘助理，我们做好准备了。做好什么准备？做好时刻牺牲的准备。哎呦，不要给我唱高调。咱们这是消防站，又不是敢死队，不要动不动就要死要活的。你连自己的生命都不珍惜，怎么救别人呢？你们俩的任务啊，就是服从命令，听指挥，恪尽职守就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千万不要给我逞英雄，只会往前傻冲的不是好消防员。报告，刘助理，怎样才算是好的消防员？等你什么时候把我说的话吃透了，你就是个好消防员了。淼淼烧退了没有啊？还有点烧。这怎么还烧着呢？这都多长时间了？这个不行啊！要我说，要不要去医院看一趟？你回来，你带他去。小朋友生病又不是头一回，总要反复两三天，别担心了。今天你那边怎么样啊？啊，我们先出任务了，看到很多小朋友的脚被玩具车给卡了，挺不安全的。淼淼玩那个玩具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！哎呀，最好还是收起来。知道了。淼淼跟我说想让你带他去游乐场，我说只要他好好吃药，乖乖听话，你回来带他去。这个星期你回不回来？这个月估计是悬了。来是我轮休的，后来大刚的丈母娘住院了，他要去看一下，这站里人手又少，我先盯一下。但是你放心啊，只要我们时间排开了，我就立刻回去陪淼淼去游乐园。我爸说的那件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？那事儿啊，再说吧。什么叫再说啊？爸在那边吃饭都说好了，人家看了你的资料非常满意，想让你过去挂个结构工程师。如果你去了，不管是你自身的安全，以及对淼淼的陪伴，还有薪资待遇，都比你干消防员要强。你说话呀，你怎么想的？我知道了，我会好好考虑的。你快点做决定，那边不会一直等你。这次我希望你认真的考虑一下。今天上午我带淼淼去医院，淼淼跟我说他不想让我带他去，想让你带他去。他说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，题目叫我跟爸爸做的一件事儿。他说他想不起来跟你做过什么事儿。我知道你很热爱你的工作，但这件事儿不是为了我，为了你的女儿于淼淼。等淼淼烧退了告诉我一声。你也辛苦了，早点休息吧。你也早点休息。我今天跟公司请了一天假，还有一堆事儿呢。对了，你别一忙起来就不记得吃饭，
放心吧。那还有，我上回给你寄的药膏收到没？记得用，他们都说效果挺好的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最后，看一眼闺女，睡觉吧。老于，还没睡呢？还没睡。哎呀，我想求你个事儿，跟你商量商量。啥事儿啊？你说。这周我不是轮休吗？但我实在是没什么事儿干，我想把这两天假期给你，然后等我攒够了你再还给我，怎么样？谢了，谢什么？我求你办事呢。来一下，来。快出去！快快出去！快！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走走走！出血了。走。人呢？什么情况？我怎么知道？赵云，赵云，赵云，下下下下下，赵云，赵云，赵下下下下下，赵云，赵云，下下下，赵云，赵云，下下下，赵云，赵云，赵云，下下下下下，明炮。少爷酒，秦时权，到。首先恭喜你们，在训练基地以优异的成绩证明了自己，来到我们和平路特勤站。我要告诉你们的是，在这儿是一个全新的开始。来到特勤站，就证明你们两个是真正的消防员了，肩膀上要扛起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责任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我代表和平路特勤站全体队员向你们表示热烈欢迎。你这光勇敢向前，过水门。你这飞得更高，超越天际线。狂欢狂欢向前，再去经历千万次失恋，冲破那道墙去触碰，朝阳与海的交界。多长时间没吃蛋糕了？见你光了啊！来来来，一起给我切个大点的。怎么了？没事。小杨，不是我只要个小黄豆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，没过来。来，林振，我们两个以为这次是要去出任务，但是没想到。
是你们耽误给我俩的化验仪式，我真的很感动。报告，从今天开始，和平路特勤站就是我和一九的家，你们都是我们的家人。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是你们让我和一九再次感受到家的意义。谢谢你。这干嘛呀？你这是啊，大老爷们儿。跟你说啊，日照，以后有任何人敢欺负你，你就跟你大刘哥说啊，我们得摆平他，行不行？以后跟我们在一块儿啊，只准笑，不准哭。行了，我跟你们说，他们两个从今天开始就是我们的兄弟，知道吗？兄弟们为了你们俩的怀孕仪式啊，真是煞费苦心呢，没少下功夫。你们感动也好，但是要懂得感恩。蛋糕好吃，赶紧多吃点，都吃完。吃完之后，把车库收拾干净。解散。好的，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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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消防队伍的接警和出警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，但是如果随意拨打火警电话或者谎报火情，是会受到处罚的。所以在这里我呼吁大家千万不要随意拨打火警电话119。报假警不仅是对消防资源的极大浪费，它也是违法行为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，散布谣言、谎报险情、疫情、警情或者以其他方式干扰公共秩序的，根据情节轻重将会处以罚款或者拘留。人来人往，感慨漂浮尘埃之后散开，爱有着热爱，痛只能深埋。